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。肖双喜，25岁，海淀卫生学院中专。刚哥在吗？在呢，在呢。你说你的。哎，今天给您带点礼物，我自己种的圆梦庄园的草莓。刚哥，您这边来。刚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要动手是吗？吃了我的草莓，我保准您能成仙儿。谢谢。刚哥，尝一个。还没洗呢。刚哥，还没洗。洗了吗？洗了吗？绝对洗了，用的是无公害无磷洗涤灵。刚哥，哎，吃了这个草莓，愿我与您的友情永牵手。吃了这个草莓，愿我与您的友情天长地久。吃了这个草莓，今生今世不分手。吃了这个草莓，来生还要做兄弟。哇塞，好痛快啊。第一次跟第一次见到少刚没有话说。您再说。圆梦庄园焦双喜自己种的草莓，产自北京市大兴区童家坞村圆梦庄园。向老爷，我觉得你吃的那不是草莓，吃了颗镇静剂。不是，我还想再吃点乐巴薯片，喝点汇源的冰糖葫芦。冰糖葫芦汁儿，你家一样。你家刚哥，我跟您说，刚哥您听我说，我先说，刚哥给我一机会，刚哥。嘘，站好。疯了是吧？把手放下。好好好。当时这个人江湖人称逼哥，拍过大量的视频，恶搞视频，有人知道吗？恶搞视频，后来在这儿找工作，想找一份视频创作或者视频编辑的工作，惨败，颜值差，只是12个灯灭了，我好面好吧，给我面子好不好？好，你没败，好好，虽败犹荣。对啊，虽败犹荣，那还不名落孙山呢。好。这2年干嘛呢？首先一拍视频，拍视频，继续拍视频。对，而且视频的质量是有突飞猛进的飞跃。拆，说事实，不做评价。好。哎，这样吧，别掉，别掉，这样。好，我告诉大家一下，他上次录节目的时间啊，上次这期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8月28号，对吗？一个人很难记清楚自己取得成功的日子。不对，那天我记得非常的清楚。但是，一个人如果要是惨败，他会老记住这个日子。你说的是对的。不对。你说的是对的。2011年8月28号。来看一下当时的视频。请看 VCR。我的爱好就是喜欢文艺这行业，我的爱好就是喜欢网络视频导演、网络视频原创。焦双喜，人称阿碧哥，因酷爱拍摄搞怪视频而成为网络红人。他登台求职，希望寻求一份视频编辑的工作。专门去学习了2段你的视频，对于我来说口味太重了。对于阿碧哥重口味的搞怪视频以及现场无厘头的表现，在播视团中也引起了强烈的争议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悲的一个人做这些事情。首先不是他可悲，是整个的娱乐产业可悲。不言，你说非常不言，我太不允许你这句话了。什么叫整个的娱乐产业不对呀？我跟你说，你觉得通过这样一个人能影射整个娱乐产业吗？最终，阿碧哥焦双喜没有在这个平台上找到视频编辑的工作。不要紧，等非你莫属所有12位 boss 通通换一锅的时候，阿逼再来。我解释一下啊，我强调一下啊，我阿逼我先撤了。稍等，阿逼，我也赶紧不能换，哪天口误。这2年，第一件事你继续拍视频，没错。第二件事，
啊，就是在忙着搞对象，交了个女朋友这两年、没问题。今天女朋友也来到了现场，让我们认识一下。认识你女朋友的你挥什么手啊？站着躲开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焦阳喜女朋友，我们俩好了两年了。怎么了呢？你就和他好了？就是其实他挺好的，他这幽默吧特别吸引我。对，那姑娘能不能扭过来让我们看一眼？太好奇了。我女朋友叫胡小萌，介绍一下啊。哎，胡小萌能看一下？叫萌吗？牧羊老师叫萌吗？哇，来，牧羊小萌，不用管，你不用管，牧羊，你也吃颗草莓，镇静点。来，安静。怎么就是他这两年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他这两年就是平常拍视频，然后种草莓呀、然后他真，你别在这后面折腾。他真种草莓。对，特别用心种。您刚才尝了不也挺好吃的？挺好的、确实挺好的。对，你看着他什么了呢？就是他的表演呀、什么的，然后幽默感呀，然后平时他也特别，确实他挺专一的。就是疯疯癫癫那劲儿，你控制得了吗？他跟我不一，他跟我就是在我面前不这样，可能见着您比较激动。你是用什么方法？当他要是疯疯癫癫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方法呢？我瞪他，他就回来了。啊，就回来了是吧？对。所以萌萌，我一会儿要是跟他很强硬的说，你给我闭嘴，没问题吧？不会介意。不会介意啊。好的，萌萌，你。加油啊！谢谢萌萌，谢谢。除了萌萌之外，我们现场还需要认识第二位女性亲友团成员，焦双喜的妹妹，来认识一下妹妹。我是焦双喜的妹妹焦阳。那个平常她在家也这样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她这种就是过分夸张的劲儿，所以才惹得大家特别的喜欢。她也有正经的时候，但是正经什么时候？就是他自己剪视频的时候啊，剪视频还很认真。对，特别认真。他拍视频的时候也特认真，也很认真，所以是个好人。对，而且他对拍视频这行特别的热爱。那妹子，我问你，我如果要让他闭嘴的方法是什么？您都可以试试。都可以试一下啊。好，谢谢妹子。闭嘴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可以找玛丽莎是吧？跟我说啊，好，刚刚第二件事找了个女朋友，对是吧？对，第三件事，在一个无意当中，在拍摄视频当中，遇到了一位投资者，他觉得我的视频当中呢，肯定有一些广告价值，然后在我视频当中呢，去打了一些草莓的广告，结果发现草莓的销量比以前增加了许多，不是你种的草莓，不是，这时候呢。这个圆梦庄园，是由我跟我的哥哥，就是你说的那个每个人，就是你说的那个看到你的那块觉得有商机的那个人嘛，你那哥哥啊，每个人出50%的股份，来经营圆梦庄园的这个10个草莓种植基地。哦，明白了，别喊，刚哥，我有段视频今天一定要放，这是我强烈要求的。你先，是一个钢铁侠的一个视频，因为我特别崇拜什么钢铁侠、绿巨人、黑寡妇，这个视频特别好，是我做特技拍的。今天我给这位老师，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。我的一个两年之后看一下逼哥的新视频，都放了还说呢。逼哥，所有的复仇者联盟里的角色都那么使了一下是吧？今天来找工作吗？刚哥，我在搞工作之前我还想说句话。你先告诉我找不找工作。今天我站在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，我暂时先不找。第一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两年过去了，
我觉得你跟原来比啊，确实有进步。嗯，你希望两年以后你的状态是什么状态？再过两年，描述一下。不是两年以后，你希望自己在干什么？老师，我可以这样回答您：我对未来的向往，我只是做好我的现在，种好我的草莓，拍好我的视频，照顾好我的女朋友。生命不在于它的结果，而在于它的经过。我也衷心的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珍惜在世界的每一天，所以快快乐乐度过人生的每一时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每一秒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再问问题，你们就是不珍惜生命。我这，我说话呢，在我，我说话呢，我就直接告诉你，这两年，你最大的问题可能因为你爱着一个女人，爱着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，也许你的内心成熟了。但是要把你的劲儿中和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刚哥。谢谢，再见。我也有话要送给后面的求职者。嗯，就是，也许你正在最后一班的回家公交车上，车窗外霓虹闪烁，却照不亮你的未来。而我焦双喜用行动告诉大家，生活、就业还有希望。谢谢，干哥。你先替我拿下去，好，给我放在化，给我放在化妆间。好，没问题，好吧。逼哥，逼哥加油，加油，拜拜，加油，再见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